美声天桥蔡琴进行乐歌唱节目，看到参加比赛的人唱出格这首歌，上尾满是牛蚊啊，看起来汤甘蜜甜，也够淡薄啊未放心的心情，和大家蔡琴回想到过去离婚的经验，和伊当场目屎流目屎滴，然后更着甜。伊讲伊这段婚姻算是失败，一世人无机会做人老母，和人看到伊的个性真直，无心机，看到到底目足替唔甘。那是你的眼神。真假声音和歌手蔡琴，让人封作是美声天后。也定收到邀请去节目录影。不过，真正在节目顶的蔡琴听到歌手唱出格这首歌了后，煞雄雄感受真深。谁不喜欢有这么一天？谁不希望像你刚才唱的那样子的，充满了甜蜜的问号的那一天，披着婚纱？去闯我们的人生。受到的这两段婚姻都无法度行到上尾，让蔡琴挡袂住哭出来。我的婚姻失败了，但是我也曾经像你一样，怎么甜，怎么美。蔡琴真希望会当有爱情，不过真无奈的感情的世界，煞拢真无顺失。在节目顶的嘛讲，在心内一直有一个遗憾。我这辈子没有机会当妈妈，这是我永远都不能尝到的一个角色。讲到蔡琴的感情路，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跟已经过身的导演杨德昌的一段婚姻。两个人结婚十年，关系煞无讲足亲的，嘛让蔡琴失去生囡仔上好的时机。啊，前翁杨德昌更加是第二个人离婚了后，佮结婚生囡仔，想到家己的感情坎坎坷坷，嘛让蔡琴在节目顶的喊了一届讲价，然后更甜，目眶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